同样也是刚刚发表首张专辑的马来西亚歌手邓亚天，则在发布会结束后做客本栏目，担任网络榜揭榜嘉宾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邓阳天，然后刚发行了我的首张专辑《不流泪》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回到那昨天，看着自己崩溃。